大家好，欢迎来到芝麻开门，我是芝麻。大家好，我是宋牧童。先来看一下这期芝麻开门有什么精彩的内容吧。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带大家去灌南县的一所幼儿园，同学们要体验一天幼儿园小老师的工作。接下来我们要去北京周边的一处梨园，同学们要在这里进行一场热火朝天的收梨大竞技。最后我们要去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巽寮湾，同学们要利用海产品制作一幅粘贴画。牧童，你还记得吗？咱们上一期挑战大现场的挑战任务是有两组同学去幼儿园照顾小朋友的。是啊是啊，这个任务可有意思了，而且你上次还说过会有后续的类似任务呢。没错，今天他们要接受的第一个挑战任务就是同样两组同学在幼儿园里接受一系列的挑战，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呢？我，还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人？我们。谁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想象力的人呢？让我坚定地告诉你，还是我们。我们是无敌宝贝团，我们人小鬼大，富有创造力。今天80个中班和大班的宝贝们要向哥哥姐姐再次发出挑战。宝贝计划二，你们敢来挑战吗？大家好，我们是梦之翼队，我们来自灌南县长江路小学，我的名字叫刘一豪。我叫陈诺。我叫张文文。我们的口号是金华和亚力行群创，持之以恒，芝麻开门，梦之翼队加油。大家好，我叫刘少。我叫邱宇昂。我叫严宇哲。我们来自灌南县实验小学，我们是勇进队，我们的口号是不断进取，勇往直前，加油耶、梦之翼队和勇进队六位队员决定接受本期挑战主题宝贝计划二。忘记告诉你们啦，我们也是这个世界上最爱睡觉的人。这个香甜的午觉啊，真是午觉时间到，咋也醒不了。哥哥姐姐，你们要不先来个热身赛吧？热身赛，醒醒宝贝！游戏规则：20分钟时间内，每队负责帮助12个午睡结束后的宝贝把衣服穿戴整齐。接到这个任务，6名队员火速来到宝贝们中间。这会儿有的宝贝还沉浸在甜甜的梦乡里，有的宝贝已经醒来玩着自己的游戏。这个感觉小孩乖不乖呀、不乖怎么办呀？我很激动，我是第一次给别的小朋友穿衣服。同学们对给宝贝穿衣这件事态度也各有不同，有的激动，有的忐忑，那就让我们直接开始吧。比赛一开始，红队就采取了人盯人的措施，一个小老师来负责照顾一个小宝贝。那你就要教他。我去的时候觉得宝贝们应该比较调皮，老是缠着我，然后去了才发现他们挺乖的。别看这些小班的宝贝刚来幼儿园没多久，其实很多宝贝已经可以自己穿衣服了。要不要哥哥？红队同学可是心里乐开了花。另一边的蓝队就没那么幸运了，有些宝贝还是需要哥哥姐姐们耐心的照顾的。很好，很好，很好。这个宝宝现在很困惑，因为纽扣找不到了。快点来穿裤子，穿裤子，包衣服，这边来。还是我们的小队员及时赶到了，宝贝，有哥哥在，你就不用担心啦。穿错了的衬衣很快就调整好了。系纽扣这件事情是小班宝宝的软肋，是最需要哥哥姐姐们帮助的了。扣，我来帮你扣。你里面没有衣服吗？对，那款。哎，
哎呀，小姐姐，这件衣服怎么这么别扭呢？小姐姐，你不再帮我看看了吗？就送过去了。小姐姐，你真的不管我了吗？另一边的红队衣服穿得差不多了，不过新的问题又来了，这些女孩子的辫子要怎么梳呢？自己梳头很干练的小姐姐们，面对起宝贝们显得有些手忙脚乱，对不对？感觉脚有点难受。另一边蓝队突然发生了状况，那个什么，哎，帮那个小孩，我来帮你，你帮那个小孩梳头，那个小孩梳头，哎，我来帮你梳。第一次是我梳的，我看他们都在忙，我也梳不起来，我就担心时间不够，然后我就在叫他们一起来梳嘛。他们那边还剩一个，不是这样的，要扎起来的。可是他没有皮筋的。这个是皮筋啊？对呀、啊。废话嘛，那给我扎起来，给我扎起来，我把它扎起来。给我，他们也剩下一个了，我们要梳了。不怕，洗脚队那个女生多。可是他们头上，他们头发好像全都梳起来了，怎么扎呀？我就会把自己扎，你给我让。不会，我来。你会啊？我业余的我都能扎起来吧？来，你来啊！还有谁？原来问题还是出在了梳头发上。蓝队长头发的宝贝多，而小姐姐们从来没有给除自己以外的人梳过头，这可成了个大麻烦。瞧，男生也没成功。你扎没扎头发？没扎，那就给我。给我。扎头吗？拿梳子扎。他没有头发，他没有皮筋头。哦，够了，问题总算在三个人的努力下解决了，接下来该检查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大多数宝贝们已经自己穿上鞋子在教室里玩了起来，这让两队六名同学同时慌乱了。他们都穿同一样的衣服，又没有什么特殊的标志，所以呢，我就不知道是哪一队他们跑来跑去的，我就凭着印象去找他们，把他找到我身边来，让那些孩子就到处乱跑，然后检查了一个之后呢，可能又会重新又检查成那个，然后就检查错了。只有使用必杀技，就有发奖奖品。坐在那里，谁表现好，我给他棒棒糖啊！坐在那里，我给他棒棒糖。蓝队拿出奖品，乖乖回到自己床边的宝贝才可以拿到。有了奖品的诱惑，蓝队迅速认清了自己要照顾的队员，赶紧负责检查。这个时候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同学们，老师开始检查了。你穿得很好，很整齐，辫子梳得也很好。三位这位宝贝扣子扣错了。经过老师的检查，蓝队一共合格了11位宝贝。穿的也非常好。再看红队的成绩。小妹妹，哎呦，你的小纽扣怎么没有扭起来呀？啊？好的，我暂时发现有一位小朋友还没有完成啊，还是7位。看看那个小帅哥穿的也不错啊，8位了。过来给老师看一看。哎呦，谁帮你穿的衣服呀？我自己穿的。这个是衬衫对不对？好像穿错了吧。来，我们请哥哥姐姐看一看呢。好，这个你们没有发现对不对？来，换过来。最后我才记起来，他一开始想自己穿衣服的，我就让他自己穿了。最后呢，他好像穿的还不错，没想到他把自己的外套当成内衣了。最终红队通过了10名宝贝，热身赛蓝队赢得了胜利。不过真正的比赛才刚刚开始，本场挑战的核心任务是
创意手工秀。游戏规则：每队队员要设计一堂和12个宝贝们一起完成的手工课，设计内容得到更多宝贝评委喜爱的队获胜。拿着这些工具，红队就要和宝贝们开始创意手工课了。按照红队的设计，每位宝贝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用彩纸剪出水草的模样。五彩缤纷的海洋世界就是最好的选择。原来是要完成一幅海洋世界的创意画呀。有些手快的宝贝已经开始在剪好的海草后面涂胶水了。那些哥哥姐姐们在做什么呢？原来他们在用毛笔沾上乳胶，在一块黑色的画板上作画。摘眼胶，哥哥大姐姐画得真漂亮。在他们的笔下，各种海洋鱼类浮现了出来。那蓝队要和宝贝们一起做点什么呢？蓝队的宝贝们分成了两组，一组在捡绿色的树叶，而另一组在捡废弃不用的一次性纸杯。我们都是祖国的花朵，所以我们就准备做花，但是还是觉得比较做向日葵好。原来蓝队的设计课程是和宝贝们用传统手工做一幅朵朵向阳花的手工画。那些都是以前我们收集，那些纸杯都是我们就是老师开会过后捡来的，也都是环保的。蓝队把环保材料也设计进了手工课里。这个纸杯被分割成几块之后，就是一朵向阳花了。这可不是一堂单纯的手工课，蓝队通过这样的设计想让宝贝们从小培养环保的意识。另一边，红队似乎遇到了问题。红队同学给宝贝们的课程任务似乎太简单了，这些水草剪完贴完就无事可做了。这个宝贝早早的洗完手就等着回家了，就有点紧张，他们倒觉得挺无聊的。宝贝们无事可做就围拢起来，东张西望，课堂气氛开始有点混乱了。哥哥姐姐们，你们的手工课好无聊啊。红队，你们该怎么办呢？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好，那等等我们一下，对呀，我们等一下就要变魔术了。彩色的粉末洒落在画板的乳胶上，一条条闪着金光的彩色鱼立刻就出现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海洋世界让宝贝们惊呆了。这种有创意又新奇的画法让宝贝们大开眼界。因为金粉画那些小孩子都没有接触过，第一次见嘛，小孩子有好奇心，还蛮亮晶晶的，都比较喜欢。而且金粉画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作画方式。原来这也是红队手工课的设计亮点，让宝贝们来体会不用画笔，换一种材料也能做出神奇的作品。那就让宝贝们也来见证这奇迹般的时刻吧。在哥哥姐姐的帮助下，宝贝们也画出了金光闪闪的海洋世界。他们选择自己喜爱的颜色，大胆配色，飞舞的彩色粉末就像下起了一道彩虹雨。瞧，宝贝们有多开心啊！这堂手工课就像在海洋世界一样彩色快乐。不过作画结束，哥哥姐姐们还是要把宝贝们的手给洗干净，这些漂亮的材料要严防进入口中的哟。现在两队的课程都已经结束了，对于两队的成果，现场30多位宝贝评审会更青睐哪一队的内容呢？评审一开始，红队就抢先开场。喜不喜欢？你们喜不喜欢鱼？像第二场表演像鱼的一样。鱼妹呢？我也会呢。觉得先把小朋友兴趣勾引上去，这是最好策略，让他们
打基础就开始觉得我应该捅这一票。觉得这珠宝好不好看？交给詹妮画上去，再后最后再用这个金粉一吹，然后就形成。好，那有没有哪个小朋友想试一试啊？那你来，你来吧。宝贝们一下子被神奇的金粉画给吸引了，一拥而上。这个宝贝在纸上画了一个圈，吹上神奇的金粉，一个金色的圆圈立刻就显现了，这让小评审们惊讶不已呀。红队趁机再送上小礼物棒棒糖，为自己拉票。富有创意而又新奇的画法，让宝贝们围着海洋世界久久不愿离去，这给了蓝队不小的压力。我们还没讲的时候，那些小朋友就全部站到他们那边了，所以就突然没信心了，不够勇敢。蓝队终于调整好状态，开始他们的介绍。我们还有更好的一幅画给你们看，这幅画的主题叫幸福花向阳开，这里的每一片花瓣都展示着我们自己，然后我们的梦想就像着这样的花，花儿正在着开放，每一片花瓣都展示着你们自己的梦的激情，你们喜不喜欢？好了好了，朋友，你们投我们一票，我们就送给你们它。蓝队的设计和他们的礼物也得到了不少小宝贝的青睐，有的宝贝还上来感受了一下这些立体的花朵。最后环节，红队获得本场胜利，而蓝队惜败。大家好，我叫李一川，我来自北京市西城区育才小学。大家好，我叫范雨辰，来自大兴区第五小学。大家好，我叫焦天一，我来自北京市丰台区赵德宇小学。我叫丁三木，来自北京市史家胡同小学。我叫王家硕，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金顶街第二小学。我叫焦嘉文，来自北京市大兴区第八小学。秋风秋风，一扫而空，梨园采摘，劳动光荣，我们是秋风队，耶、yeah! 上山下乡小农人，摘梨脱袋装镜框，拼智慧拼力量拼速度，我们行，你们呢？我们是小农人队。听到了吧，同学们，今天要进行的就是一场秋收摘梨的比赛。在这样一块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北藏村镇的梨园里，枝头上早已是硕果累累，多漂亮多诱人呢。可是如果让我们把视线向下移动，看看这地上，哎，多可惜啊，再不抓紧采摘上市，要想有个好收成就难了。同学们，一会儿你们一定要抓紧呀，现在所有工具都已经准备就绪，就等着你们大干一场了。梨园秋收大竞技比赛规则，两队同学同时出场，依次完成三个梨品种，每种25公斤的采摘任务，率先完成两个品种采摘任务的一方获胜。来来来，同学们家长们过来集合了。大家有没有听过孔融让梨的故事？听过。有没有在家给父母削过梨？没有。现在就用你们手中的水果刀给父母削梨吃，好不好？好。哪一组先把梨削干净，直接进入摘梨的环节。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就开始。要摘梨先削梨，谁先削完谁先摘。电视机前的你会削梨吗？你给自己的父母家长削过水果吗？如果没有，以后也像现在这些同学一样，学学向父母家长表达自己的爱吧。今天两队同学表现都不错，看他们三下五除二就把自己的梨削好了。行，你们可以出发了。虽说秋风队削梨慢了一点，却还没有忘记把梨递给家长。你说家长们这会儿心里该有多甜呐？特别甜啊！第一次尝到儿子亲手削的梨，感觉特别高兴。以前削过吗？以前还真没有削过，所以第一次觉得很幸福。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这次活动，能达到受教育的目的。孩子们要学会表达爱的方式，不一定是语言，
可能一个梨就会表达出很多的意思。我觉得这次呢，起码让孩子能了解到，他有一种方式能表达爱，表达感谢，表达快乐。当然，我也吃了这口梨，我也表达我非常快乐。谢谢，谢谢。现在咱们还是回过头赶紧看看两队同学的比赛现场吧。瞧，率先出发的小农人队三步两步就找到采摘对象了。你是不是也对黄金梨身上套着的这些纸袋感到奇怪呢？叔叔说，有了它，害虫病菌就很难对梨产生危害了。你看，咱们开始用了。咱们看看我们那种别这梨太小了，不行。要想率先完成50斤的任务，所摘的梨当然是个头越大越好了。不过这满树的梨都套着纸袋，看不出来，谁还有功夫一个一个的去摸摸呀？有劲儿一块使，有活儿一起干。目前看来，小农人队的分工合作比较合理呀。包了，快了！是坏的，都是状况。太坏了吧！按照比赛要求，在摆上桌之前，同学们需要把套在梨上的纸袋去掉。现在来看，他们打算在称重之前就完成这个流程。提前包了纸，就能挑出不符合要求的坏梨，使工作一步到位，这样就不会有浪费时间的风险。我是真美。现在秋风队也运回了第一筐梨，他们摘梨的地方可不近呢。与三个人一起干的小农人队不同，秋风队派出运梨的竟然是队里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李怡轩，用的是最小的篮子。他并没有像对手那样顺手把纸袋去掉，这当然会提高搬运的效率，可是会不会给以后带来别的麻烦呢？那挺好的，这个大，今天他们还能坐上。放心的，咱们只要在家负责，他们更对的。听到小农人队自信满满，旁边运回来第二筐梨的李怡轩却依然把持着自己的节奏。数完了梨，心中对这50斤需要多少个梨有个大概的了解，这一点小农人队可没有做到哟。现在李怡轩已经开始施展他这出神入化的马放功夫，瞧，只一会儿这筐梨就被放好了。加油！加油！你先去，先别干了。你加油了，这个30个就够了。现在李怡轩码放好了他搬来的第三筐梨，经过几次数数称重的经验，看来已经差不多够了。看他连筐都没拿呢。眼看着对手反超自己，提前完成了采摘和称重，小农人队这心里可真是着急啊。只要秋风队迅速摘掉纸袋，并把梨装到桌子上的筐里，自己也就会输掉比赛。可是现场比赛就是这样有趣，瞧，现在秋风队的同学都回来了，可是大家却这样一脸不开心的样子，他们这是怎么了呢？叔叔，比如看了一眼就还以为是那个黄金梨呢，然后就给摘了。对，这第一轮就是狂摘，就把都摘的都晕了，不知道是什么品种。没有看到牌子就摘梨，还不及时的把纸袋摘掉，哎，秋风队为此付出的代价真不小哦。第一轮比赛结束，获胜者是蓝队。由于红队摘的是错的，所以这局失败。还有两局你们可以扳平，希望你们继续加油。第二局马上就开始了，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记住，一定要摘有牌的东西。有牌的枣、苏、洋黄都有。现在准备出发。第二局开始了，经过第一局的失败，秋风队这次下决心不再犯原则错误。他们早就计划好，在这次可以采摘的两个品种之中，选择枣苏梨来完成任务。都摘大筐梨啊！还是出重了，你摘下来了。
你们先摘着啊！你们先摘着，摘着，然后那个你搁搁地下。不打。等会儿再走，这还有呢。你先拿着，一会儿拿不动。没事，咱就。行，走吧。焦天一主动请缨，提起了一筐就走，能看出来吧？他这心里该有多想赢啊！不过他手里的木棍可是果园叔叔提供给大家抬筐用的，现在还拿着它，多碍事啊！我们俩去，等会儿我们俩去，你再拿着走。嘿，他们貌似不行啊，咱们都已经那一大筐了，太好了，我们兄弟们这回再赢，我们就能完胜了。我累，走着。为了咱们的胜利，加油！你们行吗？呀，不行了，那也得行。那边齐心协力，热火朝天；这边单打独斗，步履蹒跚。哎，秋风队，你们真该学学人家小农人队呀！来了来了。小农人队这次选择了圆黄梨来完成任务，因为梨要在很远的地方摘。这次小农人队改变了所有活儿都一起干的策略，由丁三木和焦嘉文负责摘梨和搬运，王嘉硕则要在这里迅速地把梨整理好，摘下纸袋。现在秋风队也终于完成了第一次搬运。有了上一次的教训，这次焦天一决定自己要和对手一样，先把这些梨上的纸袋摘下来再说。不过这样一来，他身边的筐也就不能及时的回到本队的采摘现场运送下一批梨了。哎，分工不合理真是影响情绪啊。效率这么低，秋风队，你们就不想总结调整一下吗？现在小农人队这第二筐梨已经搬回来了，瞧，丁三木同学还主动发扬起风格，来一个最后距离的冲刺。哎，慢点吧，怎么样？上去了。反正我快着不行了。哎呀，别管了，先。加油，我们可比你累多了。你一个人都去，我帮他包一下。经过两次齐心合力的采摘搬运，小农人队现在所需要的梨已经不多了。丁三木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了，瞧他这一路小跑的，采摘地点真是不近呐。不过也正是这样，才让他们整体配合的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来，我包你，让我包你弄了。咱就先，因为我不知道你轻松我累呀。你确定是你轻松？确定。不是，咱们还差多少啊？我觉得我不适合你。现在赶紧把梨放到桌子上，快点，抓紧时间。快快，我们快。好，这能一口气拿过去吗？要一口气拿回去，咱们还得倒里边，万一坏了怎么办？还有一个，我可承受不了那么多劲，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小农人队率先完成任务，连续两次获胜。如果真的按照比赛规则来算，还没有搬运完梨的秋风队也就没有机会进行第三次的挑战了。那你要如果挑战失败了，咱们不就前功尽弃了吗？挑战失败有什么关系啊？至少咱们参加这比赛了，综艺你还有稳妥的好啊，那咱们还不如不参加呢。600块钱。干嘛呀？不同意的，举手。不同意的，不同意那个第三局决胜负的。对，举手。就你一个人。哎，救命！我们加速吧，我们已经有
对。但是现在我们又决定要第三轮。给你们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第三轮咱们还按原来的规矩，咱们那个 PK 一场，你赢了就赢了，我们赢了就还是我们赢了。对。来，机长。第一张，小能人发扬风格，第三局即将开始，你们有信心吗？有，有信心就冲吧。决胜局开始了，瞧，这是一场多么紧张、有趣而又让人感动的比赛啊！这一次，两队终于跑向了一个方向，因为秋风队准备在决赛局里近距离地向小能人队发起挑战，这样一来，此前对手连胜两局的秘诀也就一览无余了。快点，砍他们过来零，砍他们过来零。是他们家，快升高。牛姐，太厉害了！我想着想着，但是我拦着你了。你开，干嘛？我知道，想着想着是你的人生，他该往回运了。不用，我在这摘。走，咱们运回去。不行，你俩运，我来运。快，快点的，先帮我运一下。快啊！姐，你让我去。哎呀，赶紧帮自己。那就运。同场竞技，自由采摘。面对着这样一个变化，此前一直分工合理、配合默契的小农人队一度陷入混乱。瞧，现在反倒是秋风队的李怡轩一马当先，运回了第一筐梨。这可给了对手不小的心理压力呀！大哥，赶快运，要不然赢了都不行了。大哥，你没想到这样一场秋收摘梨的比赛，还能在调皮好胜的同学们之间产生一段小小的插曲。不过既然是比赛，大家的时间就都不能耽误。瞧，尽管小农人队还没有调整好，秋风队的焦天一却马上进入了状态。没错，既然大家任务相同，距离相等，最后可能就要靠把握住靠这样一个小小的机会赢取胜利了。这一局比赛，小农人队第一筐梨的摘的的确是有点多，再加上刚才一路奔跑忙碌和经历的小风波，负责搬运的同学就开始有点吃不消了。不过比赛争的就是气势，瞧，哪怕只有几个梨，王子怡还是努力的在抢秋风队第二次运回来梨之前把他们抱了回来。现在来看，秋风队这次比赛的节奏把握的不错，在对手只运来这么几个梨的时候，他们的第二和第三筐梨就已经抵达终点了。小农人队，你们可要加油了。这边快过来。让小农人队处于表面被动的还是这筐沉甸甸的梨，其实只要把它运到终点，也就完成了整个任务的一半，与秋风队旗鼓相当。五哥俩别抢啊。我可不抢，你别抢我的三哥。全队的不配的小农人队快点，拿手提着过去，提起来，加速啊！快点！比赛比到现在，电视机前的你看出来了吗？没错，小农人队此前有活一起干的特点，已经被秋风队的分工单干所同化了。你们两个快点！现在两队之间进行的已经是耐力的比拼，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能笑到最后。还差多少？焦天一喊了半天，等来的却是一路快跑来的小农人队焦嘉文。不用说，比赛肯定已经到了白热化，大家都憋着劲儿冲刺呢。成功了！干嘛？我已经破光了。
们已经过关了。好，过关过关了吧？他们有点闹。红队下不会手了。没想到秋风队也摘够了，两队差距真不大呀。哎，焦天一，都这会儿了，你还拿梨干什么呀？赶紧回去帮忙呀！激烈的比赛已经进入尾声，现在两队同学都已经完成所有采摘、搬运和称重、播带的工作，速度相差无几。那么今天的比赛，笑到最后的到底是谁呢？看看同学们这满头大汗和期待的眼神吧。其实他们都是今天的胜利者。瞧，只这么一会儿，他们就帮助果园叔叔采摘回来这么多梨了。所以叔叔最后决定，今天获得比赛最终胜利的是今天参赛的所有同学，你们辛苦了。我们来自黄冈中学贵州学校，我们是愿豪浩，我们的口号是释放豪情，装点梦想，青春扬帆，向未来起航。我们是广东惠阳高级中学初中部梦之队，我们的口号是汇聚正能量，开启新征程，同圆中国梦。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巽寮湾，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畔，这里依山傍海，一年四季气候宜人，瓜果飘香，阳光、沙滩、海浪、渔船是这个美丽海湾最迷人的风景。由于巽寮湾海水清澈，没有污染，因此渔业资源特别丰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老乡们来说，出海打鱼是他们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每当渔船打鱼归来，品种丰富，生猛新鲜的海产品会让这里的海鲜市场一片繁忙。对于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来说，品尝海鲜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内容。游戏规则，在两小时内做一幅粘贴画并讲述故事，主题为渔家生活，材料为各种海产品的外壳，购买材料资金每对100元人民币。我们可以买一条鱼，螃蟹脚可以做那个渔民花。对啊，就好像那船的那种。可是我们已经有鱼了，有鱼的那个鱼。哦，对，它旁边有那个翅膀鳍。对对，背鳍。对，那用什么壳？那个椰子树啊什么的，用什么壳？就是有一种长长的那种叫什么？你是在海边的，是叫袋子吗？对，袋子，对，没错。那就袋子比这个树，然后树叶就用那种绿色的青口，青口咯，青口很漂亮啊，就用它吧，颜色很好。那还等什么？走吧。今天碰巧是周末，海鲜市场比平时更是热闹非凡，各种各样的时令海鲜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同学们能用有限的100元资金买回各自队伍想要的海产品吗？这个呀，就要看他们的本事啦。这个要小盒是吗？这个甚至我们挑大的吧。请问这个10块钱吗？一斤。哎。啊，谢谢。这个是哪的？嗯，这些。太香了！你看那个货比三家。还要其他的吗？哦，呀，我们再看一下其他，比如说这个贝。这个8块钱一斤。8块钱一斤吗？这个。可以帮我们杀好吗？可以。帮我把那个鳞片，这鳞片要完整。帮我把鳞片完整的。这位卖鱼的老乡百思不得其解。这些鱼鳞并不能吃呀。一般来说，顾客买鱼都要求将鱼杀好之后，再将鳞片彻底刮干净，然后丢弃掉。还从来没有碰到过有顾客要将鳞片带回家的。不过，好心的老乡还是满足了火箭号队员们的要求。一阵忙活，两支队伍总算是采购到了做粘贴画需要的原材料。一会儿功夫，两队的海鲜就加工好了。这对于忙碌了一上午的双方队员们来说，这一顿海鲜大餐来得正是时候。不过他们心里都非常清楚，这一顿大餐跟平时在家里吃海鲜是大不相同的，必须小心翼翼，尽量保持这些海鲜的外壳和皮，因为下一步做粘贴画的材料就是这些了。总而言之，两支队伍能不能完成本队之前的设计，目前就全靠自己的一张嘴和一双手了。
对于花了本队1/5资金的这条大苏梅鱼，远航号的队员们吃得尤其小心，生怕将这条鱼骨折断。哦，扔进去了，把头给肉，把头上的肉给剃掉。你抓它，我抓它。其实两支队伍其他的原材料都差不多，也许这条鱼骨就是远航号最后取胜的关键。OK 了。在愉快的海鲜大餐中，两支队伍圆满地完成了取骨剥壳的任务，而且基本上做到了没有浪费。接下来他们就将挑战本次活动的终极任务，并决出最后的冠军。现在两队都已经将原材料清洗干净并已经晾干了，接下来你们的任务是在30分钟以内以渔家生活为主题，在这1米乘1米的木板上做出一幅粘贴画，谁做得好不是由我决定，而是由9位评审投票决定。你们明白了吗？明白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马上开始。我先构图吧，跟我们设想的一样，还是沙滩，要给大海留出位置，因为大海广阔无垠啊，我觉得应该是在这里。两支队伍的策略都是先在粘贴板上设计好要讲述的故事，面对如此大的一块粘贴板，他们必须充分考虑好如何利用空间和整体布局，因为一旦将贝壳、鱼骨、虾皮等材料粘贴上去之后再做修改，一方面会破坏原材料的完整度，另一方面将会消耗大量的时间。那我们白河鱼先开始粘好吧。嗯，还真有点像主持人说的鱼穿点点马达声声，那个大人的头就用这个吧，然后小孩子的话用这个吧，看吧。嗯，先把那个浪给弄了。我们先粘，一个人粘边框，一个人粘里面的图。现在先别涂啊，到时候弄好再涂啊。可是它不是一大个浪大吧，就贴好像先贴好吗？与梦之队不同的是，远航号的策略是在画板上勾勒好故事梗概之后就直接开始了粘贴。这根珍贵的鱼骨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呢？还有那个鱼鳞，如果不能有特别创意，那他们可就算亏大了。不过远航号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倒是可以节约一些时间，如果一旦需要改动的话，那就非常的麻烦。这种创作方式要求队员们必须有很好的大局观，同时呢，故事也要相当的完整，而且队员们之间的配合尤其重要。先在上面涂好吧，涂好一个个念也可以。现在往旁边涂。有了完整的构思和勾勒好的线条，现在梦之队只需要选择好适合的材料粘贴上去，并将故事表达清楚就可以了。没粘好，这个稍稍拉一下就好了。因为贝壳的受力点比较小，胶涂上去之后就很难粘上去，粘上去了之后呢也很容易松脱，所以呢我就发现做手工艺的那些叔叔阿姨们也都很不容易。现在远航号就剩最后一道工序了，那就是给画板上色。别看这上色像涂鸦似的，但其实很有讲究哦。队员们必须按照整个故事的情节和环境来科学合理的选择颜料，否则就很难达到之前设计好的意境了。哎，这上色有画笔吗？怎么这3位队员开始用手来作画了呢？那个板有点大，然后上色有点难，当时就是为了赶时间，然后觉得画笔都不够用了，所以直接用手抹了。由于在摆材料的过程中，梦之队耽搁了不少的时间，最后的关头他们显得有点手忙脚乱。好在经过队员们的冲刺，总算是在比赛时间结束之前完成了本队的作品。不过他们作品的整体颜色看上去显然没有远航号的丰富。在规定的时间内，两队都各自完成了自己的作品，而且9位评委朋友们我也都给你们请到了。
接下来就有两队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我们作品的名字是《外星人的幸福生活》。有一天，一位外星人乘着他的宇宙飞船，不小心坠落在巽寮湾附近的海域。经过系统扫描后，变成了人。他开始跟其他渔民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不知不觉间，十年过了，他领养了一个孩子。有一天，他发现他的通讯系统传来了消息：咪哩咪哩，不干不干，不动。咕嘟咕嘟，不打不打，对。他知道是那个星球人有派人来接他回去了，让他最后一次安抚他的孩子，最后一次回望他曾经住过的地球时，他改变了主意。不行，我还要留在这里。这里有我的孩子，有我的朋友，最重要的是，没有像那个星球程序编号一样的冷漠。是的，最后他留在了这里，过上了他那幸福充满爱的生活。我们作品的名字叫《望海》，这里是一个有着质朴民风的小村庄，里面住着许多勤劳耕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渔民。有一名渔夫像往常一样去打鱼，突然一个巨浪扑来，他被扑在了海里。啊！他的儿子像往常一样到岸边等待他的父亲，但是等了许久，他的父亲都没有回来。但是他不知道，父亲现在已经被汹涌的海水吞噬，他在海里挣扎着，身体渐渐失去了力量。他想放弃挣扎的时候，他突然看见儿子向他招手：爸爸，你快回来。他觉得儿子需要他，他不能死，于是他靠着一块漂浮的木板游到了岸边。他看到儿子，心里很激动，冲过去抱住他，心里感慨地想到：啊，自己的选择是多么正确呀！儿子需要他，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需要他的人。下面有请评委朋友们站队。经过一天的比拼，最后的结果到底会怎样呢？究竟哪支队伍会更胜一筹，夺得这次活动的冠军呢？ A 这位朋友，你到底支持哪一队？这个梦之队的路数比较精彩，远航号的画面比较夺目，我给他们每队各一票。各一票？哦，确实如此，梦之队和远航号的作品和故事都十分的精彩。好，我宣布在这次的活动中，梦之队和远航号都是冠军。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这个挑战好啊，既体现了创意，又满足了食欲，一举两得。我平时吃海鲜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利用一些壳呀什么的，做一些美术创作呢？哎，这就叫创意无处不在。好了，今天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看。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一米天下工作室”，参与节目互动，你也有机会参加我们的节目拍摄哟。如果你有什么新鲜的游戏和玩法，你周围有哪些特别的老师或者同学，也可以通过网络告诉我们。今天的芝麻开门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一起走，牵你的手，我和你一起遨游，啦啦嘞，啦啦啦啦啦啦嘞，我们牵着手。